面请您欣赏相声四大名著，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过节好，大伙儿过节好啊！嗯，谢谢谢谢，过节好，嗯，都认识啊，是，都是熟，都你带来的啊？这个啊，打阳春赶回来，也算天津，天津影视城在这儿，我们在这儿拍戏来着。嗯，今天还在国庆节放假里边，哎，大假期间，大伙儿来这儿听相声，嗯，好事儿，对，都认识我们。嗯，都熟，嗯，尤其是这位老师，哎，啊，您老师，你看，可不是吗？我觉得您现在就是这个份儿的，您疼我的那是，没撑得起是我们这行里边的相声皇后，对，我先问问您，这皇上哪儿去了？朕在此，你是这样。没有打皇后这儿拎的，看人都夸平戏皇后、坠子皇后，那是女的，那是。你也挺秀气的，光秀气管什么用啊？于老师啊，于谦，于老师，不敢，好人呢、啊。您过奖。这个我们合作有6年左右了吧？是，对我帮助很大。没有。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呢，看，那么完全得力于我自己。你，我很努力，我很努力。我跟你说啊，嗯，以后你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么比划一下，行吗？这多难受啊！没说完呢，啊、没说完呢。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啊，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这话对，没有人家的帮助，到不了今天嘛。这说我借这个场合感谢一下我的夫人。嗨、哎，谢谢。这里到底有我没有？有你。说我呀？没你我早红了。我这搅和呢是吗？开玩笑，说相声就得这样，理儿不歪笑不来，逗吗？听相声图一什么呀？嗯，图的是高兴。哎，您得乐呀，是不是？嗯，但是对演员来说这就难了。是吗？站在台上，汤汤汤汤汤一说好几十分钟。嗯，您要不爱看，这演员死的心都有。那是，哪儿这么容易就让您乐呀？嗯，你说唱戏去，你不乐就不乐吧。对啊，嗯。看大刀剁斧杂技，嗯，不乐就不乐吧，那没法乐。你乐就看见肠子了，哎，对，还不够瘆得慌的呢。是啊，唯独我们这行必须得乐。嗯、对，您乐了，我这任务算完成了。是，不容易啊，多不容易。后台连老带少这些演员，嗯，曹云金、刘云天、嗯、何云伟、李菁，嗯，每天都绞尽脑汁琢磨，都下功夫，怎么让您高兴？嗯，李菁。一宿一宿的熬夜看书学习呀、啊、瞪大眼珠子不瞪眼那样早先没这么大是吗、嗯、就看书看的啊好我老怕他吃饭是掉汤里边哎对了、嗯、这掉书里也不行啊这个啊掉书里当书签夹着嗨合不上了这个啊下功夫我们这都爱看书啊是于老师家不知谁去过，嗯，一面墙的书架，哎，我喜欢书，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我就喜欢这一部书啊，插图不一样，我更不怎么样了，我啊，书房大块的匾，嗯，请米南阳先生给写的，大书法家，书法家，嗯，西门斋，对，嗨，别这行行了，啊、摘下来吧，摘下来，就崇拜庆哥啊。哎您还跟他挺有交情啊您他老站我边上站着太不露脸了我这个今天呢就是跟大官人在一块呢、嗯、我是这么我一般都跟潘金莲一块儿皇后所言极是哪儿印那个皇后今天早朝呢咱们这样咱们就离开皇上这点事儿行吗、嗯、我纳闷儿啊爱看书是对的是我也喜欢看书您呢家里各种书都有哦说相声来说你说我就看点小说嗯或者我只看散文这是不对的这偏门了都得看嗯天文地理哦反正
印刷品来说吧，嗯，对我们都有用，博览群书啊，多看书，多交朋友，对，跟人聊天长知识啊。为什么呢？说交朋友什么好处呢？嗯，你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哦，哎，交几个朋友聊聊天、嗯、这我不懂，您给我说说。哦，人家那儿说，你这记下来，这就学了，人长能耐了吗？嗯，是不是？交朋好友，好事。你看今天，嗯，好多人都跟朋友一块来，对，哎，听相声，这就很好。是啊，有人交朋友，往上看，往上有身份的人，哦，找高层次的人，找高层次的人，嗯，当然也有他的目的。是啊，因为我们认识一个朋友、嗯，一姑娘。哦，您跟姑娘交朋友。讨厌，不是您说您举那我这跟大伙儿说事儿，没我事儿是吗？你凉快凉快，哪儿凉快的？您说您这把造型好。您说您那女朋友什么？我女朋友？哪您跟咱们大伙儿的一个朋友，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啊啊！你看他急了，你看了吗？嗨，说话一定要谨慎，你知道吗？是，一定要谨慎啊！有线儿，嗯，对。他打算开你的，没拿好，掉地上了。说，女同志吧，哎，这啊，嗯，人交朋友往上看，怎么跟北京就大头们来往？哦，啊，钱包里带着相片，哦，交管局局长，嗯，合影，嚯，他跟这儿站着，局长搂着肩膀，照一下，这张搁在驾照里边。搁驾照里干嘛？多聪明！怎么呢？开车出去违章了，下来。嗯，驾照拿出来。啊、哦，给。下回注意。哎，干啥？好使，你知道吗？这警察太明白人了。你搁这搁张于谦的，行吗？那于谦的合影。那当然。站在里边。嗯，违规了，下来。啊，那、没问题。撕了。把罚款交了，这于谦这个以后注意啊！哎，嗨，我这有什么可注意的？说这个事儿，说事儿啊，交朋友、嗯、最好交点学者啊，那长知识。我就爱跟学者们来往。是啊，哎，我没事闲着打个电话。嗯，余秋雨，干嘛？打电话给余秋雨。对对，哼，秋雨，你俩真亲近。秋风秋雨秋杀人，秋天要杀人嘛。这电话那边有人吗？我现在我就拿着瞎喊。嗨，谁是他们家号？您真打电话？我也不认识他，我这不认识这个。就找大学问家啊，那对，找大学问家、嗯，咱不懂的诗词歌赋啊，嗯，看古文，看文言，哦、这句不懂，不懂，这能问谁去啊？跟李菁说，跟高峰说，跟徐德亮说，行吗？不管用啊，咱得找那个大学者。对啊，来，赵本山在吗？嗨，您还是找李菁得了。问问单田芳这都行、哎、大学问家嘛，只要能知道的您就问，多看看嘛，嗯，广览多读啊，是不是？尤其中国这些个古典的文学名著，嗯，我比较喜欢。哦，四大名著。嗯啊，好好，再说一遍，四大名著。你看嘴里跟这能对上。你废话，你拿我当傻小子了是怎么着？好，高才啊，中国有四大名著。对、啊、这都知道是吧？嗯嗯嗯，三国，话说北京，郭德纲相声选，郭德纲单口相声集，那藏历排油那说明书算吗？这琢磨什么呢？藏历排油，干嘛？挣完钱就忘了？哦，啊、这个，这嗨。别亮相了，您这就是这个。你要不说我都忘了，记性太差了。我老电视台等着，咱们不重播了。哎、对，这东西都下架了，还重播什么玩意儿？卖的还不错，卖的不错。别说了，卖的不错啊。所以说藏秘派说这个。对，您这四大名著的不对说的。四大名著，三国啊，三国水浒，那就对了。红楼梦，哎。西游纸、啊、西游纸什么？您这干嘛做化妆品呢？最近西游什么？西游记。西游记啊，四大名著嘛。对，是不是？嗯，都知道这个。是，都知道。我也很喜欢看这些个书。是吗？对我们长知识。那倒是，而且来说说相声跟这个离得很近。怎么叫很近？你看头一个，你拿
拿三国来说吧，《三国演义》啊，三国这都知道啊。韩国、新加坡啊，没呀，马来西亚哪儿啊？不是哪儿外国人呢？这里头怎么了？三国魏蜀啊？你看这怎么还有河北省的事儿？哪儿河北省啊？这里啥刚说呢？三国，你学河北省方言了吗？我哪儿学河北省方言？你说哪儿？三国哪儿？魏蜀吴啊？你听听，魏蜀吴。这哪儿有这话？他刚说的魏蜀吴，哪儿有问话呀？这里的，你看他这问魏蜀吴，你不承认，你这错了就是错。不是你这怎么了？你出来这么些年，你想家了是怎么的？不是不是，你老家话讲的，你明明说的魏蜀吴吗？魏蜀吴啊！哦，好，我这没有马来西亚。没，压根儿也没，韩国都没有，没有哈、啊，就魏蜀吴嘛、啊，对，对对对，嗯，魏蜀吴，《三国演义》嘛，是啊，都知道，魏蜀吴说相声净说这个，是、啊、批三国，嗯，批桌放，对，对不对？都三国段啊，一度三国是，这都是三国的节目，哎，太平歌词也是，也有啊，有这个，嗯，什么七星灯，对，啊，长坂坡，嗯，这个五本的单刀会，对。都是太平歌词，是太平歌词唱下来挺好听的。哎，您唱一段、太平歌词，您闹嗓子试试啊。啊，哪要是忘了，您大伙儿多做自我批评。哎，您忘了我们批评什么？嗯，唱吧。东走扶陵下行船，就这词儿。鲁子敬，嗯，写书信约请关圣贤，是这样。东走扶陵啊，东。啊我唱 啊， 啊是人家就不虚凑凑嗓子、嗯、啊憋着还好呢好这孩子很好是吧挺好拿盆花走、哎、是你的东西吗你就送人是我的就不给他了哎呀什么人性您摘一个这给的多的您就唱这个吧、啊、东啊东走扶陵太平歌词东方干嘛呀？您这是？不是，不是，不是这边。东走扶陵、啊。东走扶陵啊！东方红。嗯，串哪儿去了？嗯嗯，会太多了。嗯，没有这么串的。您这个，你看搅和那个都。谁搅和的、啊？你说对不起。你先等。谁？好，我就算你说了。这位心真宽啊！那、嗯、东走扶陵下行船。鲁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下下至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有官凭接受关公看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上写着鲁肃顿首拜那拜上了三国的将魁元那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这约请听后来到了这边你若是来你是真君子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关云长参罢了冲冲怒骂了声子子你叫玉谦那师父宽别这什么呀别唱了您这一段里头连我们爷俩都能唱出来是说实话我老觉得我这是正词儿的您这啊这人性您这三国的嘛啊都有哈是还有这个水浒传哎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对都是高人呐、啊、是扯旗造反替天行道、哎、啊我们后台有好看这个书的喜欢水浒这演员叫李菁已经喜欢水浒他那个脾气大伙知道啊、性子比较柔一些就是慢没事坐在屋里敲水浒、哦、看这书、啊嗯、来你好好看看我那小小英雄侠义对了、我要替天行道哎不报安良嘛、
可恶，看他看完书都粘一块了。嗯，哎，看，左武正看着呢，媳妇打外边进来了，哭啊，哭了，怎么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今天出去遇见流氓了，哟，上公共汽车，有一流氓偷着摸我一下，嗨，你打他了吗？没敢，没打。骂街了吗？没敢。大声的喊呢，哦，那怕什么呢？公道自在人心，你看《水浒传》怎么写呢？对吧？该出手就出手，知道吗？这还出得去手？大声喊，自有人帮你啊！转天的媳妇上公共汽车，哦，来六个流氓，媳妇招流氓围在一块儿，哦，这帮流氓围住了啊！耍流氓嘛，啊，是啊，呵，媳妇一想，我大声的喊吧，喊，啊，李菁交给我了，对，哼，太爽了，对，嗨，这把实话都喊出来了，这没有这么喊的，对，还有这个四大名著这个，嗯，红楼，红楼梦，红楼梦，大伙儿都知道，嗯，是贾宝玉，薛宝钗，嗯，对，侯宝林，啊。刘宝瑞没有，啊，这书里没说相声呢，是吗？后边这俩没有，后边没有啊，对，没有啊，就是写他们爱情故事。哎，是后台有人爱看，嗯，这人叫高峰，哦，高峰喜欢这个，嗯，高峰老师就爱看这个《红楼梦》，可爱看了，呵，眼神不济 啊，弄一显微镜，这字儿也小点，嗯嗯，看爱看这个，哦，啊，高兴，天天跟掉眼泪，还哭，晴雯死了，太难过。贾宝玉走了，你跟着哭，他什么事？我说你疯了啊！你就一说相声的，你知道吗？啊啊！你也不是那红学家呀，就是怎么这红学家们人能研究这个？嗯，是不是？你哭，你还打算干吗？打陈小旭一死，我就不打算干了。嗨，这事儿都不挨着。爱看这个，我媳妇也爱看这个。高峰的媳妇儿，爱看《红楼梦》。是啊，根据自身经历，用这笔法写一《红楼梦》的姊妹篇，名字叫《青楼梦》。啊，他媳妇儿干什么工作的？这是啊，《青楼梦》嗯。您看看您的观众，这都是憋着听高峰来的。那倒是可以理解。说完这咱从那边走，高峰这儿拿刀等着呢。这边李菁等着呢。他眼给他摘下来看不见，搁书里夹着啊，红楼梦，还有这个西游记。哦，我最喜欢西游记。是吗？西游记来说这个书，我觉着怎么说呢，人情味是非常的浓的。人情味，你看他写着妖魔鬼怪神话的呀，但其实很多都是写着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它是拟人的手法。对，哦，比如说这猪八戒，嗯，猪八戒都知道吧？都知道，这都照过镜子，对吧？对，谁照过镜子？就有小俏皮话嘛，猪八戒照镜子。是，那是别人照镜子，跟我没关系。照镜子就说深入人心这个人物，知道吗？为什么大伙喜欢他？哦，他很可爱。猪八戒，你说他有毛病没有？毛病太多了。你这偷懒，嗯，贪嘴。好吃，说瞎话，嗯，这都猪八戒干的事。对，啊，唐僧喜欢他，哦，喜欢他啊？为什么？就你看这个家长疼孩子嘛，嗯，经常有这样的，对，溺爱孩子不听话，家长还喜欢他。对，这点唐僧跟猪八戒跟那父子是一样，就是这种关系，很浓郁的人情的东西在里面。哦，有这么一个情节，可能有人注意过啊？嗯，怎么写的呢？就猪八戒问这个唐僧，哦，师傅，你看我是不是世上最丑的？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您跟我说实话，您别骗我，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丑的？唐僧呢？唐僧也哭了。哦，孩子，我不能说呀，你去问一问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士，我接问观世音去了。哦，大观音菩萨那儿出来，笑容满面，兴高采烈的，没了。师傅啊，于谦是谁啊？对，有我。哎呀，真好，芹菜，那味儿白菜。嗯，哦，牛肉，给熊啊，
不像，小时候，嗯，不是，挺好。嗯，我这能换点别的吗？谢谢大伙啊，嗯嗯，天天来捧我们啊，水平其实是有限的。嗯，啊，国庆节这几天，嗯，曹云金的专场，何云伟的专场，高峰，对，还有徐军德亮，啊，日本人，啊，不许美化他。啊，专场啊，嗯，来来，大家来捧，其实水平是一般，我们自己知道，就没有说像媒体那捧的我们如何如何，没有。就是一帮最普通的说相声的，就是站着有人听我们说，嗯，我们觉得很幸福了，是啊，我们可能最近稍微忙一点，嗯嗯，搞了一个电视剧，拍戏，在这个天津杨村那儿，嗯，叫《相声演绎》，哎，25集电视连续剧，嗯啊，好多人也问，嗯，拍电视剧什么的啊，嗯，怎么说呢？多条腿走路吧，相声其实也没放下，嗯，每天也都有演出，还在说，是不是？嗯。你不能因为说，嗯，我们家包包子包的好，我出去吃一顿烤鸭，你就说我不务正业，也不是。对，赵本山也不是见天儿唱二人转，大伙儿不也承认他弘扬了二人转吗？对，是不是？并不是说我们俩就死在这屋里就对相声多大贡献，是不是？啊，真死了贡献也不小啊，那茶叶没法卖了啊！希望大伙儿呢谅解一二啊。这戏拍的其实挺好玩，对，估计到这月底月初吧，嗯，可能就差不多前期就拍摄结束了，就杀青了啊！希望大伙儿从这里边呢多了解我们其他的演员，对，所有演员在这里边几乎都有角色，都上了啊，嗯，我们觉着还行，但您说多好，看不懂，是，有可能有人说我不爱看，嗯，那很正常，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这就不爱看你们了，嗯，他都哭了啊。还有不爱看的现在哭来得及吗？没有哭的。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是被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赞同的。那倒是。你是芭蕾舞高雅就不爱看，你说二人转粗俗，人家那儿就满坑满谷，观众都来，各取所需，哎，我觉得就挺好，宅自己爱，是不是？相声来说呢很简单，嗯，就俩人站这一说，说完了观众一献花就完了啊。也就是咱俩，没有别人。不能，他们说曹云金的花也挺多的。是啊，啊，都自己花钱买的。哎，成，啊，真爱面子这孩子。这菊花谁买的？这是，啊，您都送人了还问这个？我就送他一盆儿。闹，真闹！您这么有身份证的人，您没有身份证？闹，别闹，好好的。你这我站这儿为说这几句话，这些年花多少钱了？那20块钱坐着听谁动，大伙儿来捧我们呢，这是打心里高兴。嗯，啊，首先说这个，对不起各位，是我们这能力，我们这岁数局限在这儿。嗯，我跟我兄弟，我们俩人，你这些年来说吧，不是，老先生，你不，你张嘴让我说话，怎么就成兄弟了呢？你刚说谦儿哥，说错了，刚才说错了，现在说错了，你多大？我38了，这不见了吗？所以说相声来讲，不是，你先等，这不是一结了就过去了，这事儿。我34，还是得三，我38，这先有的我呀。29、30啊，31、32、33、34，还没你了。35、36、37、38，这才，那不是数。嗯。找地儿玩去吧，兄弟们。您这么算是吧？哎，要照这么算，是先有的你，哎，后有的你爸爸。你别弄这事儿，打你脸！我告诉你，讨厌这人是吧？你最好照词儿说。对，你也得有词儿啊，这东西。谁说没有？原来不有词儿吗？原来有词儿，你得撕了。讨厌您比我小，小比你小，但是说合作一块儿呢，这个不分谁大谁小，这哥们儿兄弟。我去说相声这个，哪分多大？90了，站台上观众不爱看也没用。那倒是，是不是啊？嗯，卖卖力气，大伙儿喜欢看。是啊，其实说句良心的话，你看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大伙儿又说：“你说于谦，你说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这你说后台张三李四，
还有一过程，你还得想到那儿。对，说他眼皮就在这儿，直截了当，是不是？其实说句良心话，我很佩服他。您又客气了。你看，实话吗？一个他，一后台高峰，哦，这俩人在我心中啊，嗯，永远永远活在我心中。嗯，要死是怎么着？没有，没有，不是你我这俩人仁义怎么那么重了，在您心中？你看高峰，高峰，我每次吃饭我都感动。怎么呢？我们俩坐一对联吃饭，这儿炒菜上鱼香肉丝，哦，高老师眼泪下来了，看见这就哭。我吃鱼香肉丝，嗯，我媳妇还没吃鱼香肉丝呢。这你看人家，嗯，给炒一个，嚯，打包带走，对，够胖，就上菜了。嗯，宫保鸡丁，啊，我媳妇还没吃宫保鸡丁，越来越厉害。哎，炒一个，炒一个，打包带走，又上了水煮鱼，啊，媳妇儿，这是。您说什么？让你媳妇跟我吧。啊！别受这个罪了。啊，你宫保鸡丁都没见过你。这过了，这个，是不是？嗯，这还有，还有谦儿哥。我也这样啊。你跟他不行，你比他生活条件好。对。他都住大别墅了。嗨，你看都看过《娱记》偷拍的那个是吧？嗯。我们俩挨着住。对。两套挨着，在一个别墅区。是我那套在这儿。嗯，我对过就是他那地下室。哎，我们这算邻居吗？这个你高兴吗？每天早晨我站在我三楼那700平米的小阳台上，哦，坐天安门广场上，看着于老师从土里钻出来了。您拿我当屎个浪了是怎么着？把土里钻的，端着一个盛尿的器皿，就刷尿盆就行了，倒去。见天啊，一年365天，见天到啊，如一日，我都看不下去了。嗯，哎哎哎哎，啊，我都这样，老是你啊，啊，怎么总是你去啊？嗯，嫂子呢？我们俩有分工，怎么分？他管尿，我管倒。啊，都真事儿。什么真事儿啊？这都是真事儿，一点真的都没有。他老不相信啊，这都我的事儿，我还能相信吗？这你看谁不相信谁站起来，你看没有？你看啊，全信，你肚子你要就一个，有一个，你住他们家楼下，我们家还有楼下吗？这离地面40公里，这种白菜呢？你们又插话呢？你这样的人，这是你有人管没人管？你们弄出来，快！我呀，你给把这藤子给装兜里。别闹了，打你吧！我这脾气不好，你也知道。老观众多少年了？对，听我们40多年了，20几了。那这么说，先有的他，后有了你爸爸。坐下吧，别客气了，可了不得了，嗯，他能美到元旦奖。说相声，其实您说图一什么呀？高高兴兴就是了。我们一直认为相声好像更偏重于娱乐性，其实我们也承认寓教于乐，是，但是乐要放在前面，先乐，你不能光顾着教育人，这也是很残酷的。嗯，我们很多演员认为相声搞笑不搞笑搁一边吧，只要能教育人就行。先教育人，你觉着不是很合适？那当然，是不是？好多演员，嗯，打开电视就看见了，梳一大背头，穿一制服，嗯，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好，什么扮相？俩人一上台，苦大仇深。哦，你看我恨着，我看你也恨着吧。俩人都恨，咬牙切齿，激昂慷慨，催人尿下这俩啊，尿下啊。还尿啊，他说呢，他自个儿也不爱听啊。哦，他家里他爸爸他们也不听啊，都不听，他拿着出去骗老百姓去。哦，骗人，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犯罪，其实是犯罪。相声嘛，首先要娱乐大众，大伙儿累一天了，坐在这儿听段相声哈哈一乐，回去好好休息，明儿接着上班。对，这就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贡献。是啊，好多同行好多说相声都认为我这不对，还认为得把我这套弄灭了。嗯，那我觉得其实不是跟我，但这是跟人民在作对。是，净上纲。你觉得你对付他们，你就得这样办，你知道吗？嗯，一刀根他们文革时都打过架。嗨，
没有别的意思，希望大家开心。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很累。对，缺车的，缺房的，缺钱的，缺德的，是吧？缺什么都有。坐在这儿，我给不了你。嗯，该还债还债，想发财自个儿挣去。啊，就这几个小时，后台这老少爷们让您高高兴兴。是，这就尽到一个演员的良心。嗯，其他的那都是钻人，那可不，都是假的，都胡说八道。嗯，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嗯，我们这体制也在这儿了。嗯，我们。很多曲艺方面的负责人、啊、领导人们也不务正业，全国这么些个老艺人、啊、这么些个作品需要抢救的、啊、也没人管，他们一天到晚就出去考察去，忙什么呢？今天威尼斯探讨莲花落的音乐啊，啊，明儿去趟意大利研究西河大鼓的行程，好嘛，你这些个活你这河北省就办了，是啊，跑那么老远呢，哼、啊是吧，河北省没有那么些玩的地方。这没法弄。那前些日子不说又有一个曲艺的领导人、嗯、艺术家研讨家弄了一个团、哦、上西藏去探讨老北京风情去嘛。那哪找得着啊，到我那儿就车翻那儿了，车祸、啊、车祸咣叽翻车了，车啊打山崖上面下来、哦、哗摔的蹬台上了、啊嗯、没那么大弹性，哎，没那么大弹性，有这么大弹性多好，哎，对，解恨呢，那边都万幸吧，万幸都死那儿了，对，这是万幸吗？这死那儿了，嗯、啊，山高路远，弄不回来啊，嗯、啊，弄不回来，问当地人，这拉不回来，道太远，啊，到北京都臭了，是吧？就地就都埋了，哦，咱们这记者去了采访，去问问怎么回事，哦，当时到那儿。有目击者没有啊？有看见的吗？来老大爷，这我看见。哦，我在跟前，我还帮他们埋人来着。是啊，说您在第一现场，嗯、车一翻就都死了吗？一个都没活着吗？是啊。老头想，哎呀，也不是这样，反正有几个人站这喊，我还没死，那还活着、哦。你想啊，这个货哪有说实话？我都给他埋了。没听说过。啊，大伙儿爱听，我们就多说一点。对啊，我怕你们累啊。嗯，我累。这前面还有蹲着的呢，这人家、嗯、快坐在桌子底下了。啊，这也算包桌吧？这算桌包。这个、别逗人家喊，不好意思了。于谦很讨厌哈。您要不提这茬儿呢？嗯，大伙儿爱听，我们也愿意多说一点。是，我估计住这儿的没有特别远的，嗯，家门口的上来听听相声来，对，挺好啊。哎呀，那个，可听说也有从外地赶过来的哦，啊，哪儿？打西藏来的。哦、我问你个事儿啊，当时那个车一翻，刚埋完人就过来了啊？哪儿的那大爷？你出门留神吧，二爷把胡子续下来就好了，更像大爷。哎呀，你词上有这个吗？打头了就没有，知道吗？这不就结了吗？什么就结了？哎呀，今儿也演完之后，嗯，我们俩连夜还得赶回杨村。对，回天津。明天一早8点拍戏。哎啊，也挺好。人就是这样，你真闲着也难受。嗯、是。我跟潘长江俩聊天说过这事儿、嗯，他也说这个，啊，别安排事儿太累了，有两天闲着，他也跟家里骂街，啊，不习惯了，也不习惯，我们可能也是如此，都这样，就待着干嘛呢？嗯、于老师比我爱好还多一点，他爱钓个鱼啊、哎、什么的，我没有爱好，对，看看书什么的，嗯，有时聊个天也是眼前的几个人，嗯，啊，李菁跟我住着近，啊，他跟您住的，李菁新买了一个房。跟我那书房是斜对过，这是真的。你们老这样看我不行。行，我们就当真的听啊。对，可不是。还他喊不信的啊，爱信不信。啊，这是离得近一点。谦儿哥呢，我们是挨着住，挨着住没事。我没法说了。因为他们那样想你。那是哪样的？想你呢，这是。啊，今天呢是两边都有。嗯，这边也演，德云社那边也演，同时开。啊，我们这边刚才
还有谢天顺先生。对，谢先生。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相声界来说吧，他现在是辈分算是最高的了。对，他这个辈分的演员现在没有多少，哎，大辈儿。他是宝字辈。对，谢天顺先生，他的师傅是郭荣启先生。是老郭先生啊，老郭爷，他这辈儿宝字辈的中国可能还有十几个，哎，不到二十位了，十几个也就是，嗯，哎，我们这儿有幸啊，我们分了这么一位，啊，这是分来的吗？这个抓阄呗，没有抓阄，抓阄抓范振钰，再来一个，哎，你要挑还抓什么阄啊？这个，行，挑一谢天顺谢先生，啊，好，想当初马志明先生，嗯，啊，跟谢先生搭伙。对，这都知道，谁都得承认，少马爷的黄金时间，嗯，那是跟谢爷在一块儿，俩人搭档啊。现在谢先生退休了，哎，带着儿子，嗯，谢金，加盟北京德云社，哎，一块儿说相声。其实那些年来说，谢先生的这番演员也受过苦。那当然，凭这两年相声挣钱了，嗯，啊，从北京到天津，嗯，包括好些茶楼的票钱也都提上来了，嗯嗯，啊，说我老师金文生先生讲话，嗯，那早霞四块钱可以看了，行。对，现在都火了，都挺好。谢爷想当初说相声不挣钱，还干过别的呢，还干过什么？啊，上工地儿给人一块干活去。工地呀，啊？怎么办呢？吃饭呢？曲艺团古曲演员发40%的工资，哎呀，剩下的60%得自己挣去。卖苦力。说相声一分钱不给。啊，嗯。要当时谢相声一分钱不给，不光不给，每个月还得交一份工资。干嘛呀？这你自己外边挣去，他那认为你出去就能了不得了。跟签合同无数的钱就挣回来了。哦，但那会儿来说，你地方的演员哪儿挣钱去？那倒是没有，都很不容易。不光不给钱，还得交钱。啊，这么大角儿，谢天顺谢先生，嗯，建筑工地跟人一块儿搬砖和泥，就是卖苦力，一年多受过这个苦，啊，不容易，天天的。反正那会儿来说就，把相声都忘到脑后。我问过他，那没有这功夫。我说那会儿还想相声，想什么呀？嗯，吃饭呢，对，家里等着钱呢，先奔这饭。就是天天一块儿。嗯，那会儿的朋友们就是这帮工地的工干活的人，工人吗？跟着最好的一个山西人，哦，还有一四川人，呵，仨人干活一块儿，嗯，搬砖和泥，他们一个小组似的啊，都好啊，吃饭时也就，嗯，到中午坐一块儿打个饭盒，自己带饭，打个饭盒一看，对，嗯，你看这谁，这山西人，嗯，削面，自己家带的，对，削面吃，嗯，四川人打开酸辣盆。谢先生天津人啊，打开煎饼果子，都是当地的，好歹吃几口就算完你干活。是啊，吃着吃也骂街，这还骂什么街啊？这天这一打开饭盒一瞧，山西人一瞧，又是刀削面，哎，活这么累，我都见不着肉啊，明天我瞧，要是再吃这个刀削面，我就打楼上跳去，吃烦了啊，嗯，四川人打开饭盒酸辣盆，还是老一套。明儿要再这个，我打这跳去。他也跳。谢爷一开饭盒煎饼果子，哎，都腻了。嗯，明儿再煎饼果子，我跳楼，我不活着了。全跳啊！啊，转天啊，又开始中午吃饭，打开，山西人一瞧，刀削面，还是一样。脾气真大，啪一扔，站起来打阳台下去了。真跳下去了？是，盖房二楼。哦，那也摔够呛。啪下去了，嗯，啊。四川人打开盒烤酸辣粉，嗯，踩着窗台就出去了。好嘛，谢爷骂街，我也看看。他看煎饼果子不活着，哗，啊，顺阳台下去，气性太大。哎呀，可了不得了，嗯，跟那仨人都这样，都抽了，摔坏了吗？赶紧通知家属吧。啊，三家人都来了。嗯，哎呦，山西人这媳妇哭的呀，你早说呀！你要说你不吃，你言语时我卖血就会让你吃好了呀。倒是苦咽心的看着。嗯嗯。四川人小媳妇眼泪花，我都说不出话来了。嗯嗯。你不爱吃，你说呀！我以为你爱吃酸辣粉呢。你们跳了楼了。啊。谢先生夫人也来了。哎，你自己带饭跳什么楼？没听说。刚吃完煎饼，这儿也带饭，这是后来这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了，又说相声是吗？对，好了啊，这都说相声说都编的，对，刚才这真的，没听过，全是真的啊。啊，这个昨天我听他们说，嗯，曹云金的相声专场，对了，好多人都来了，说花篮跟这儿都排着
挺远的。是，你这至于啥？花什么冤枉钱都有啊？从这儿都排到友谊医院去了，是吧？那儿偷来的吧？从那儿排出来的那是。哦，那谁过去了？啊，爱看谁的都有，爱看曹云金。嗯，我是观众，我就不爱看的。没什么，我一个可能看太多了啊。他打小他这么大，他妈把他带来，上家来，背个小双肩背，我印象很深。哦，戴一小棒球帽，这么大一小孩，然后这乐成这样了，这真支持曹云金。啊，来，在家住了三年多，您看着长大的啊，从什么不会一句一句的教，嗯，看着他长大，对，到现在还挺好啊，勤奋，但是脾气不好，脾气不好，而且他轴，认死卯子，哦，拧，他认准一件事，那说不过来的，谁也说不了，不听话，不听说，啊，你看他瘦成这样了，嗯，一直就这样，不吃饭，他看看刘云天，看看刘源，他老嘀咕，那都不像人了，那个。我要是那样怎么办呢？我说孩子放心啊，你那个跟他不一样，他就天生就那个种，你知道吗？儿子种不会啊，嗯，他不听话，哦，也不吃饭，一天到晚的。那干嘛？炒一瓶子黄豆，嗯，饿了来四个，饿了来四个。吃豆儿，我都不爱搭理他。嗯，啊，于老师看着心疼，我得管。别那样，孩子，嗯，这吃这个，拿过来，咔咔咔咔，我都吃了四斤多，哇，吃叫渴，嗯。喝凉水，太没常识了，我是吧？身上刺痒，嗯，找地儿洗热水澡去，还泡啊？一肚子凉水，炒黄豆，外面拿热水一烫，嗯，你琢磨吧，我这就别琢磨了，这就好，起了化学作用，嗯，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学摩托车的声音是啊，噔，噔，好嘛，就得亏是在水里头啊，这要跟岸上噔，就这一声响啊，白裤衩能变菊花的，太脏了，您这，嘟，满池子都是气泡，是啊，澡堂的服务员吓坏了，啊，于老师快上来吧，怎么了？水开了。真事儿，又来了，又真事儿，都真事儿，你知道吗？问你们问去，问谁去呀？哼，哼，啊？问澡堂子呢？你看人本单位来人了，这都给熏出来了。你说话很脏啊，你这。您要不讲这个呢？我不能看你，我看菊花，我又联想。您还是有生活，大伙儿来捧，嗯，来支持我们，嗯，水平是一般吧，啊，现在来说，好多人说，这帮人说相声说不错，其实也不是，嗯，朱砂没有红土为贵，没有比的，前辈们也都去世了，嗯，真正说相声的都死绝了，已经，是啊，剩过一帮半会半不会的，嗯，跟这起腻，其实来说，真能达到过去高峰时期。嗯，侯宝林先生、常宝坤先生、哎、马三爷那会儿的相声演员没有了，没有，没有。现在全中国说相声都拿过来搁一麻袋里边揉碎了，再活一个出来，嗯，连侯先生的1%都没有，没吓人那么大，就骗人的居多，都送到派出所，一下就问出来，知道吗？是啊，这也往外秃噜。嗯，所以说这行其实现在是国破山河在，就这么个价啊。现在剩一帮人，大伙儿嘿。忙着内战啊，还打呢，你恨我，我恨你的、嗯、是吧，你把我弄到井里，我把你弄到井里，其实是挺悲哀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希望这个行业好，嗯，但是我们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是啊，跑这么快啊，希望这行业好，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您各位支持我们，对了，多捧我们，嗯，就是我们谢谢、谢谢，有时候可能我们事儿多一点，没有办法，
你被这个时代推到这个位置上，好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对啊，啊，并不是说您到天朝了，郭德纲没说相声，这孙子还好好干嘛啊？不是那个事儿，也并不是说您在饭馆吃饭，一回头看见我坐着吃饭，他还说相声吗？不是，多谅解一样。好多人打开电视，他就叫录节目，这还说相声？可能那会儿我正在台上说相声呢。但终归在咱们中国来说吧，相声演员还是少一些。为什么呢？拿天桥来说，300个座位，这儿呢连站带坐200人。是，你说就算都搁一块儿500人、嗯，北京城此时此刻想听相声的何止500呀？对，那就有进不来的。嗯，这是没有办法。如果说相声演员多一些，小剧场多一些，嗯，大伙儿就近能看，那就好多了，那就能满足一些。但这也不是说我们能够解决得了的。对，大家多谅解。有时候我们不在呢，孩子们给您演，嗯，孩子们可能水平不够，嗯，怎么办呢？像当初支持我们一样的，嗯，来支持我们孩子们。您多捧，谢谢各位。麻烦你那边有人说唱一段啊，唱一山东二黄。好，说着桑园会，哎，啊，这个京剧的西皮流水版，对，人原唱挺好听。您唱一个啊，试试啊。嗯，秋红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个马蹄呀忙，坐里吊鞍云母王，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儿好像我妇女，后影好像我妻房，本当向前讲亲人。桑园会，哎，西皮流水版。山东二黄指的是山东朋友用山东方言演唱，哦，听起来就热闹多了。那您再学一学这个。秋红打马私奔那家的里，行爷那个罗萨和马巴听了提，自引发家了品呢，南东一位引慈祥，撇家撇业撇富撇墨撇自又撇妻，在前堂死了别呀高堂的母，在后堂死了别呀大的妻，夫妻们分的比大门里，看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弟弟点点点点弟弟这不这个累白提，大丈夫妻能啊无知热气，战死在两军真是又能总目的，都只为犯了帮啊早了犯，我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啊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什么都有，哒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嗯，三国战将勇，手提赵子龙，长坂坡前逞威风，这么一打一呀大喜台呀，一打一呀大喜台，台台一台一清墙，东国龙东一见叫做名贵西呀，楚王爷一呀见咋龙儿歇息他疯咋，头戴了王帽先前蟒袍腰横玉带足他巧穴拽怪在朝里，他叫咋回了家呀盼着母去，他叫咋走了去早回调里，行爷本来这在呀桑园里呀，家夜外这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衫儿，那腰系着这个白布带儿，那头上别那个骨头带儿，那脚下穿那个青布链儿，那里套着那个小罗衫，小把这桑说了三圈儿了，也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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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落在竹林里呀。前影儿好我像个罗丝女，后影儿好我像个撒个屁，本当相亲讲亲且知啊，错人了命的女人四撒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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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北京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叫大实话，把它献给他。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
和星辰的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的亲，爹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说爹妈亲，爹妈也不算亲，爹妈不能永生存呐、啊，满堂的儿女留一捧黄土，雨泪纷纷，说朋友亲不算个亲，朋友本是路遇的人呐、啊，人心不足这蛇吞象，朋友翻脸就是仇人，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嗯、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吃喝嫖赌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今天是泼水节，这儿过了，怎么你们这扇子都破了？挺好，这还一把整的呢，真不错。这俩孩子是我徒弟，哎，原来是国家游泳队，这儿练的扎猛子啊。你瞧那个没基础啊，干这个来了，说相声了。哎，像他们这演出呢，这叫噎场。哎，中间插缝，行话这叫噎场。对。包括之前还有大胖子夜场那个啊，我最喜欢他哦，好奇他大胖子黄宇波，对，多可乐呀、啊！嗯，打小就聪明，是，他跟徐德亮同班同学的 哦，他们同学小时候他要说相声来哦，老师不收，不让来，太胖，怕他智力受影响。带着来了哦，老师求求您，我们这孩子要说相声说情来了，老师我考他吧，嗯，一加一得几，我还说想想了，这还想呢，我爸爸急了，老师对不起啊，认生您再给您机会，嗯，一加一得几，四，儿不对，老师对不起啊，谢谢您再给您机会，哦，一加一得几，十五，往高了猜呀、啊！爸爸汗都下来了。嗯，老师再给您机会吧。嗯，一加一得几？二。啊，这对。他爸爸急了，您、嗯、再给个机会吧。好嘛！给您机会吧。说相声啊，脑子得好，对，而且来说人情世故都得知道，哦，懂得多，哎，心要好，嗯，心术不正容易让人看出来，是吗？教您一诀窍，哦，这个演员台上什么样，台下就什么样，那、啊、一样的人，台上一站，他把他内心世界全表现出来了，哦，你去琢磨去吧，百试百灵，对，平常是个反应，您可能没接触过相声演员台下，嗯，你看他台上什么样，他台下就什么样，哦，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希望相声演员多厚道一点，对，
省得露了馅儿。拿我们观众来说吧，啊，咱们之间这个交往也很主要，是吗？我们跟您啊，不分高下。哦，台底下做什么工作都有。嗯，保金大企业家，老板，还有政府官员。嗯，也为不哪位非洲哪个酋长的娘娘。上这儿来了，这哪有准啊？哦，没准，这没有准啊。嗯，但是不管您什么身份，进着门来往这儿一坐，咱们就是朋友。哎，谁也不高谁，谁也不低谁，都平等。人活在世，没有亲戚可以，没有朋友是不行的。哎，那倒是，这是最主要的。嗯，我们哥俩来说，啊，好朋友，对，台上好伙伴，台下好弟兄，哎，有交情，超过了普通朋友。是，他对我，嗯，100%、啊，好啊，要不然能合作这么些年吗？对，我有个头疼脑热，他比谁都着急。可不，他病了，我不能不着急。我看病去，嗯，打针吃药，他能不能楼上楼下跑？哎，得忙过，就忙着他，不容易。古话说得好啊，啊，百日床前无孝子啊。我儿子又当如何？别比了啊！我就是那孝子，是怎么着？不是，你有病我也得管呢。啊，您一样着急呀，啊？不是说别的，两人就跟一人似的，这都互相的。一天病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啊？北京、上海、广州找大夫，哦，求医，甭管多少钱，啊，能治吗？有救吗？花多少钱？我掏，您给。我着急，急死我了。是，大夫只要一摇脑袋，这我没把握。那，我眼泪就下来了。你看看，我得救他呀。啊，一出门，哎，电线杆子上贴一小广告，有救了。好嘛，我这个心算是搁在肚子里了。行，合不了，一针灵嘛，是吧？别提这一针灵了，这是我这病都跟电线杆子上贴着呢。你看，偏方治大病嘛，那就行了。你要丢了驴了，你也得吃泻药。这不害的，这个是不是跟我那病没关系？说这意思，交朋友，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当一炉香。这怎么讲啊？桃园结义，刘备、张飞、沙僧，仨人一桌。哪儿？您先等会儿，不行不行，这驴。行了行了行了，这红罗你等会儿，别说了。哪儿啊？怎么了？这桃园三结义串三本书啊？您这把仨人放谁？谁来着？刘关张沙僧，沙僧跟谁？哪有沙僧啊？刘备、张飞、关羽，这仨人。刘关张嘛，是吧？一个头磕地下了，一个娘生的一样，还能跟亲兄弟似的。宁学桃园三结义啊，不学瓦岗一炉香。瓦岗，隋唐演义有这个。哦，瓦岗寨46友，光叽叽头磕地，跟亲哥们一样。嗯，到后来这一下子，一个人起疑歹心。哦，瓦岗寨这点交情全散了，就瓦解了。别瞧这了。啊，是不是？现如今也有的好朋友。哦，但是您注意啊，酒肉朋友不可取。您说吃吃喝喝，哎，走吃饭去。嗯，走，他头一个哪吃？头一个摊点什么事跑了？哦，又没他了。这个不叫朋友。哦，啊，还有那拜把子兄弟，那干哥们儿，干哥们儿后台徐德亮，亮子今儿跟我说了，哥，我跟您说，师哥啊，我跟王月波拜了把兄弟。哦，他们哥俩拜了。王月波是我的大哥。好啊，我说你干嘛非拜他呀？是啊，你知道我嫂子多孙子吗？什么心眼啊？这是，是不是？哦，瞧着嫂子了。那由此可见，月波也是很厚道的人，知道吗？这还大方，交情。这种结拜就叫金兰之好。哎，拜金，拜金兰。干哥们儿，嗯，现在是不都带有？哦，可能有的年轻的朋友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举个例子啊，嗯，往拿老人来说吧。哦，您的父亲，我的叔。哦，我父亲，老爷子，比如找我来了啊。嗯，德刚啊，嗯，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一生了。哟，我闹不清楚啊。什么问题？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吗？啊啊！哟，老爷子，您别嫌弃，我知道的，我说您说什么事儿了？哎，什么事儿？我搞了一辈子科学研究，但有一个难关的，我攻克不了。您说一下。你看这怎么回事啊？啊，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进留神看灯笼进窟窿。嗯，我这一辈子我没闹清楚，破灯笼啊！不对，可不是就是破灯笼吗？这个你爸爸听，好那么回事啊？才明白，痛快了啊！一辈子的困惑解开了，是无以为报，咱俩拜把兄弟啊！拉平了这就，我说弟弟。
大，你是我兄弟。不不，这行了，什么呀？嗯，是我爸爸一辈子没听过相声是吗？他哪听过这个去是吧？这就拉皮了，这不像话。一块儿哪知道这个是吗？这就是金兰之好啊。过去来说啊，教训好的有几位？都谁？杨左之交，杨左、杨觉哀、左伯桃。哦，有这么两位。哥俩一块儿出去求婚去。哦，半路途中天降大雪，俩人的衣服很单薄，带的吃的也少。哦，连吃的带衣服给一个人吃，这人也暖和了，也饿不死。哦，这俩人都分着一块儿得死。哟，你说这玩意儿啊，左伯桃把衣服脱下来，把吃的都拿出来，兄弟，你来这个给杨觉哀，你拿走，你穿上暖和和的啊，以后想着把我埋了。哦，这个交情太好，自己冻饿而死。哦，如果说咱俩人搁这个情景，你能为了我冻饿而死吗？我行啊，死去。死去，杨觉哀也不错呀。杨觉哀做了官之后，厚葬左伯桃啊。哦，后来左伯桃托一梦，说你把我埋的地儿啊，跟荆轲挨着。荆轲是秦王的勇士。哟，他晚上就找去，我打不过他。啊，杨觉哀一听，拔剑自刎。这干嘛？死尸也埋在这儿，叫二鬼战荆轲，一块打人家，多不容易啊！好啊，咱俩要搁在这儿，你能像杨觉哀似的自刎为我而死吗？没问题。死去，痛快了！您先等会儿，咱就是好朋友了。等会儿吧，郭先生啊，咱是好朋友。我问问您，嗯，如果咱俩是这样，您能不能像左伯桃似的把这东西都给我，然后您自刎，咱俩二鬼战荆轲，咱来一个，您行不行？打荆轲呀！啊，荆轲太愣了，他连秦王都敢刺啊，何况俩说相声的呢？这时候怎么全想起来了？是不是啊？咱们像理不像人。哦，这事儿得顺办。怎么个顺办？你迁坟呢？我跑啊，对不对？哪儿都是办法，海葬。海葬给你捞出来啊，弄好了，磨成粉，来电扇一吹，也是个法儿。什么法儿啊？这是好朋友吗？就这么朋友啊？比喻这里没咱事儿，别瞎掺和啊！那咱俩甭跟人掺和。还有这紫漆听琴，俞伯牙摔琴啊！俞伯牙是晋国的大夫官，对，那年头都是天下访贤哦。走到这儿，坐在那儿一弹琴啊，把这瑶琴拿出来，珍贵无比啊！是，坐在船上，琴子好了，当当当，滴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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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王天子哪儿去？行了。呀什么呀，您说那这么弹的那个什么这样没有，这什么呀，没有，不许歪着点头吗？摇琴啊，摇琴，等弹着呢，弹着呢，钟子期打那锅一听，呵，弹得好啊，嗯，好，咦，他也叫好啊，哦，也叫好，你叫好啊！伯牙把他叫出来，俩人一盘道，哦，这怎么回事？钟子期一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说，哦，俩人八拜结交，哦，到后来子期死了，俞伯牙很难过，嗯，子期不在我，对谁弹呢？又拿过瑶琴，啪就摔碎了，哼，捧着碎瑶琴来到保险公司，你看这个，蒙保险去了，上哪？见定一下这个，你行行行，没有保险公司什么事？交情嘛，交情嘛，啊，说这意思，哦，交朋友要长住了眼，哎，得认对了人，不是什么人都能交。是，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哦，还有小故事。漫天飞雪，冬天，有打树上掉下一只小鸟来，麻雀打窝里出来，毛都没长齐，哟，刮风下着雪，啊，冻饿而死，马上就完了。哦，寒风凛冽，小鸟跟这叫吧，远超等等等。鸟啊，叫嘛，鸟叫怎么全叫这个呀？我很可怜啊，马上要死了啊！来了一头牛，哟，走到跟前，牛一抬尾巴，扑嚓，对，猛如粪，哟，把小鸟盖住了，砸着了。可是很暖和，鸟活了，它这就活了，它没死啊，活过来，来在牛粪里边唱歌，还唱歌，来唱灯笼的，打灯笼，你就会这套似的，行。鸟还配狗呢，还没听说过。
满的，高兴吧？啊，高兴呢。打那边来一狼，咬中去吗？拿爪子扒开牛粪，把这鸟汤给吃了。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啊。告诉什么呀？不是每一个往你头上弄粪的都是坏人，也不是每一个打粪里把你救出来都是好人。如果深陷粪堆，记住了，闭嘴是很重要的。您这人太善于总结了，你细琢磨去吧。啊，细琢磨很有道理。是是，所以说交朋友一定要长住了眼。对，今天来的朋友来着了啊，告诉您几个秘方。秘方有这么几种人不能交，都哪种人？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怎么坐后头不交？一般车来了，打开他坐后头，他不乐意结账。哦，坐后头不结账。哎，车到地儿一般都抢这个，是吗？表一抢多少钱，这儿掏钱给，啊，这方便。他坐后头。当然了，有的时候坐后他也跟着抢着付钱，也给吗？哎，到了地儿了，抓着一看十块钱，哦，他掏出100块钱美金来，这个和这个，不来，谁找的单呀？这个啊啊，这没有，啊，人前面当然说，哎，我是有，哎，人就给了，嗯，哎，当然有时候他也有失算的时候，怎么啊？掏出100美金来，嗯，吃我这个，吃我这个，哦，前面的掏出支票来了，啊，这得用你的，好嘛，啊，哪有这么够心眼的这个啊？有这电视剧吗？啊，当坏人遇见坏人啊，有这么一故事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个洗澡后穿衣裳，这都不能交。这怎么了？哥几个没事出去啊，找洗浴中心洗个澡，聊个天去吧。还有这个，去到那儿什么都要。哦，果盘啊，啤酒啊，饮料，炒饭，没有都不要，吃了愣吃。嗯，是吧？都要，要完了找人按摩的、踩背的、拔罐子、刮痧的啊，好嘛，就差找一法医验尸的啊。这儿没有这个，都来一遍啊！嗯，该走了吧？人家穿好了，这儿等着他卖。哦，一只袜子穿7回啊！呵，看完一瞧，哎呀，错了，这是右脚的啊！袜子还分左右脚啊？怪吗？穿好里边热呀！啊，快点啊，快点啊！这两分，他都出完二汗了啊！走，我在外边等你吧。啊，走门口银台那儿把账结了，人家付账了，都是先出去结账，是吗？没有说到这儿不结账的。哦，先生，您哪位买单？后边那个，后边。后边哪个？后边没穿衣裳那个。后边100多位都没穿衣裳。是啊，哪有穿衣裳的？这点人不能交。哦，还有这吃饭、快结账、上厕所，这都不能交。上厕所怎么了？哥四个吃饭，啊，看差不多快结账了啊，站起来奔厕所。哦，哎，等着，人家这几位小等着呢，谁结账吧？喊，嗯，过来买单，结完账他回来了，嗯。哎，你们怎么又结了？不是人结了吗？你就上那儿结去了，人家不结吗？接手去了，是吧？啊，当然了啊，这个一个人行，你四个人都这样坏了，是吗？喝完汤，提完牙，没事，四位都奔厕所了，全去了，都上那儿蹲着去了。啊，一会儿伙计就进来了。啊，蹲这四位哪位结账啊？跪那儿了呀。好嘛，所以说交朋友要长住了眼。哎，对，我很希望咱们两个人做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咱们两个人本身就是好朋友，超过普通的朋友的交情。哦哦，像一个人一样。对，您就是我的亲哥哥。哎，那您就是我的亲兄弟，是不是啊？哎，何分彼此，哪问贵贱呢？哎，上山时你扶着我脚，下山时我靠着你肩。嗯。交情哥俩亲哥俩一样，知道吗？啊，我有了儿子是你的姑爷，你有了闺女是我的秘书。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好朋友，这里怎么还有秘书啊？你看你看，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我死在你后头啊，你不听我的，你死我头里边。我怎么老听着我死头了？我交情啊，哥们儿，交情啊，没有这么说的。怎么说呀？啊？应该咱们重说啊，重说。您就是我的亲兄弟，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姐姐就是我姐姐，我弟弟就是你弟弟，我舅舅就是你舅舅，我叔叔就是你叔叔，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母亲就是你母亲。怎么那么乱呢？这里不对了，我很欣慰。什么欣慰？太乱了，怎么了？太乱了，谁要
说你不好，我就跟他急。谁要说你不好，我也不答应啊。为了你，我能跟人拼命去。为了你，我都敢不活着了。有人给我一留心这么长，哟，不要给于谦送去。对，人要送我20条金砖，嘿，不要给德刚拿去。有人拿那小木盒送给于谦啊，于谦打开一瞧，里边有一个坏蛋。啊，你要留下了，你就是坏蛋。我能瞧着吗？怎么办？一把抢过来塞我兜里，我是坏蛋。呵，我呀，从您兜里拿出来搁我兜里，我得是那坏蛋。我一把从您兜里抢出来搁到我鞋里边，我是坏蛋。从你鞋里拿出来搁我裤子里，我是那坏蛋。从你裤子里拿出来塞你嘴里，我是坏蛋。没那么塞的，没有那么塞的，矫情啊！什么矫情？裤子里拿着往嘴里塞呀、啊？拿出来搁在我枕头底下，哎，坏蛋！我抢过来搁我立柜里，我是那坏蛋。从你立柜里拿出来搁在我的箱子里，我是坏蛋。箱子里拿出来搁在小盒里头，完了把它锁上，把钥匙扔盒里头，我也是那坏蛋。我不要了，给你。不抢啊！我费那劲呢、啊，扔到河里边了。不成啊，你得抢啊，还得抢，得抢。我下河摸去吧，东一摸西一摸，找着钥匙了。哎，开开你那锁，拿出来这坏蛋，嗯、我搁你们家祖宗板上，我是坏蛋。搁我们家祖宗板上，你不好这个吗？您要这么说我也行啊。怎么说？从我们家祖宗板上把它拿下来，我穿街越巷，翻山越岭，找到你们家祖坟，把打去坟头土，棺材打开，然后把这坏蛋搁你们家祖坟的棺材里头，我得是那坏蛋。好，我把这拿出来之后，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来到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把你爷爷棺材撬出来，把棺材撬开了，往里一放，嗯，还放不了，怎么？里边有一坏蛋。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哎，刚才我们说完一段之后下去休息一会儿，对，我跟那屋坐了一会儿，嗯，于老师找地儿游泳去了，哎，嗨、哎，就这么会儿，不至于，你也不是为了游泳啊，你是为了小便，你干嘛含含糊糊的？嗯，怕你丢人，不，您这说出来我就够丢人的了，看见大伙儿我真痛快，嗯，地儿也大。是好多朋友坐的位置不是很好，对，包括后边的朋友们，嗯啊，你说这边多艰苦，是啊，啊，看不见那儿，头里还有大屏幕，对，你说多高科技现在？哎，看不见这儿，看那儿，当初哪有这个去啊？现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整个社会都进步了，是。过去这大屏幕不可能有，这是高科技，以前没有呢，包括手机过去也没有，这几年才兴起来的，那些年哪有手机啊，啊，现如今行了，啊，几乎每个人都有，人手一部，互相沟通很方便，对呀、啊、手机也是不停的换代，哎，最早不就是有个铃声吗、啊、你看现在这彩铃多多呀，功能多了啊，我那手机就是如此，你也喜欢听彩铃，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声音，是吗？当当啷当里个隆地咚，当里个啷啷里咚，京韵大鼓，曲艺界的同行哦，接电话，对，大的啷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当个啷当，京剧界的朋友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媳妇来电话了，不、哦。长期受压迫的结果啊，又响了，嗯，爸爸接电话吧，啊、哦，于谦儿，去，我的这事儿怎么高科技是吧？什么高科技？显然交情在这儿了，对，都爷儿俩了还不好吗？就说这个意思啊，时代在发展，人们在进步，是相声也是如此。相声也一样，二几年的相声跟今天的相声就不一样，肯定是有区别，包括传统相声，嗯，其实每天都是在与时俱进的，都在变化，有人说传统相声陈旧腐朽，嗯，不对，是拿旧社会来说，嗯，演员站在三不管这说相声，嗯，观众来了一听喝好啊，嗯，掏出钱给了他了，给钱了，转天这位又逛三不管，啊，演员说的跟昨天一样，您就不会花钱了，
谁听两样啊？所以说演员要激励自己，把节目弄得每天都不一样。对，到后来说传统相声不好听了，不是节目的原因。嗯，相声没有问题，是因为演员停止不前了。对了，才导致相声的没落，不变化，这是实话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嗯，我们很多演员，很多名家吧，很多大腕儿，没等学会就红了、哎、啊！嗨，所以说你让他扭回头再学也不现实，他还不认头呢，是不是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两个小演员，对，不像媒体上把我们炒的这样，不是那样，如何如何或艺术家了，多红了，什么大师了，胡说！嗨，每天我们都互相提醒，郭德纲、于谦注意。嗯，你们两个不比别人强多少，当然就是两个普通的演员。嗯，一个行业在一百年里边，说句良心话，一百年出一位艺术大师就了不得了，这行业就火了。你拿京剧来说，啊，解放初期整个京剧界才两位大师，哪两位？梅兰芳、周信芳。哦，那是国家封的。嗯，马连良先生这么大能耐，才叫著名演员。是，现如今。艺术家是雨后春笋，全是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我要说给我印个总统，他也给印啊。总统兼神父都能印，嚯，好嘛！嗯，您还要精神物质一把抓，是吧？少说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啊、我们就是两个小演员、哦、爱相声啊，愿意为相声做点有良心的事情，是，但是还要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对，这十几年来，嗯，我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嗯、也没得到我们同行的支持和鼓励、嗯、都是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们支撑着我们走到今天，就是观众，一位观众强似一百位理论家呀，嗯，这是对我们实实在在有帮助的，就是这样。我们也愿意把相声弄好，嗯，怎么办呢？多做功课，多学习，多学习，无一日可以休息的。但他老得学，没事看看书啊，啊，看看别的节目啊，嗯，跟别的艺术形式互相借鉴沟通，吸取营养嘛。于老师这点做得很好，我也差着，是涉猎广泛。爱好，你说音乐会啊，什么交响乐、芭蕾舞都看，愿意看这个。前不久咱们这个北辰芭蕾舞团呢，北辰芭蕾舞团排了一个小天鹅，哦，在秦简桥那儿搭了一台，露天的啊，跳这舞蹈，于、哦、老师风尘仆仆赶到那儿去看，哦，买了前排 VIP 贵宾席，还 VIP 呢，五块一张，哎呀。咱看人花钱都眼晕呐、嗯，五块呀 啊, 啊、嗯，买了两张，是躺那儿看，对，嗯，哎呀，行了，咱也不懂的啊、嗯，为什么看芭蕾舞要躺着看呢？大家给解释一下啊。三个小时演出过去了，于老师眼睛通红通红的，找一大夫一看，您看我这怎么回事，大夫问明白了，不要紧，一个简单、嗯、下次再看这种演出，这三小时里边你抽空眨下眼啊，我这一场就没眨眼呐、啊、好，这个、啊、涉猎广泛呢，我这涉猎的还广泛呢，是吗？啊，多学学，多看看是有好处的。是，就拿我们相声来说，嗯，传统节目一千多段，是经过演员这么多年的努力，嗯、还剩下一百多段，是吧？这太努力了，这是吧？再努力就没有了。是，需要大伙儿啊，好好的学习，嗯，千万别扔了。嗯、说相声跟过日子是一样的，怎么还过日子？今天买一冰箱，后天置一彩电，嗯，你不能今天卖个门，明天拆个窗户、嗯、那是败家子儿啊，那可不是吗？我们很多曲艺形式现如今都听不到了，嗯，其实很可惜，我都失传了吗？天津还是不错的，你说京韵啊、西河呀、梅花啊、单弦啊、烙亭啊，还都有。对，还都保留。到了别的城市，很多曲种都没有了，听不见唱。就拿北京来说，嗯、过去有一种北京的竹板书，
现在没有人唱了，竹板书失传了。哦，打着七块竹板唱故事。哦，唱大书，三列国呀，东西汉呐。嗯，这说着书说差不多了。嗯，抄起板来，呱唧呱唧呱唧，再唱。唱完了再说。哦，好听之极。什么味道呢？给大伙儿学学竹板书。各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那就没挑了，全愿意听了。那就这些日子休息不好，嗓子不在家。哦，我尽全力的唱。好，如果哪儿有个崩瓜掉字的，嗯，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啊。嗨，你唱错了，人批评什么呀？满大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开正风，是才间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他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他唱，哪里头忘了我就把他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钟鸣宫，因为他热闹更好听。好，呵呵，这是竹板书。竹板书，对，没人唱了。嗯，包括北京过去有一种小凤调，小凤调，哎，小凤调，嗯，也叫北京的铁片大鼓，哎，那可好听，挺好听。对对对，春雨折春金谷田，夏满芒夏二叔相连，秋暑薄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不把分那怨，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祭奠，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嗯，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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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呀，真是好听啊。这段叫劝妓女，有这么一段，后来改了个名字，叫什么了？劝于谦。对，没有啊，没改过，不承认了，这是呢？这还能承认吗？多好听啊！嗯，当年还有一种曲艺形式叫莲花烙，哎，莲花烙，十不弦莲花烙，对。最早十不弦是十不弦，莲花烙是莲花烙，分着。自打慈禧太后过生日，两者合二为一，哦，搭着班一块演出。是啊，十不弦来说，相声演员用得着。对，我们过去开场演出，相声大会之前，先唱十不弦的发四喜儿，都唱这个。福禄寿喜这么四番，嗯，唱起来好听。怎么唱？福字天来喜冲冲，福源山清江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汉福来迟身穿大红啊，斗斗了个起，斗起斗强。哎，对对对，发四喜儿，哎，就是这个味儿。莲花烙现在也没有了。莲花烙啊，北京河北地区过去唱这个多，嗯，好听。再唱唱。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呀，在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立下家法耶，舍死忘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烙，好好啊，嗯，有点意思。虽然说莲花烙没有了，但是评剧和二人转都借鉴了莲花烙的唱腔。哦，有前身的意思了。这评剧在天津来说呢，是家喻户晓啊，都爱听啊。天津、北京、嗯、华北地区，包括东北，人们都爱。对，天津是评戏的窝子。嗯，嗯，多少好角都出在这儿。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认为。嗯，我认为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怎么叫演员年轻化？哎，因为评剧更多的是演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方面的故事，风花雪月啊。你说这个才子佳人岁数太大的演员扮出来不像，也不好看。有一次我在咱们天津看戏，嗯，全本的秦香莲，好戏呀、啊！扮演秦香莲这个演员得够70多岁了，
那么大岁数，老艺术家唱的真好啊，唱功好，就是太胖了。哦，顶我四个，嚯、哦，那么胖啊！这秦香莲这大脑袋，嗯，扮上戏化完妆一瞧啊，好，跟奥特曼似的。呵，有这么比的吗？这坐在我旁边有这一个天津的小伙子，说句话把我乐死了。怎么说的？哎呀，好秦香莲了啊！这秦香莲都够口了，嗯，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他。哎呀，嗨、哎，有这么说话的？话糙理不糙，这倒是年轻，他扮出来好看呢、啊。哎，啊，嗯，生旦净丑，嗯，四门很齐全。对了，最早不行，嗯，最早的时候这个评剧叫三小戏。怎么叫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哦，全是小。哎，小戏儿。后来丰富了行当，特别的讲究。好听了。我认为评剧的小花脸是值得一提。小花脸在别的剧种里边，这个丑角啊，啊，作为陪衬的人物。嗯嗯。评剧里边他算主角。好听啊。哎呦，好。嗯。我曾经认过一个评剧的老师。哦，还拜过师。70多岁的老前辈。是。教过我评剧的小花脸。受了真好。老先生真好。嗯。特别喜欢我。是啊。我每天上家去学戏。哦。后来老头跟我说了。嗯。说你这孩子太好了。哦。我是真喜欢你啊。是是。从明天开始啊。嗯。你就别来了。啊。你再来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啊。啊。这是喜欢你吗？他特别喜欢我。这不像啊，这个。他就是因为上年纪人比较封建。是啊。封建，其实来说，咱们说不叫事儿。我就是觉得老头对我好。什么事儿？无以为报，我想跟他认门亲戚、啊、他就不乐意了。什么亲戚？我想当他姑爷。哎。啊，看上人闺女了。他闺女特别喜欢我。那也不错啊。他那个女婿反对。啊，人结婚了。我们可以给他挑唆的离了吗？什么人性啊您这是。后来就没再去、嗯、但是跟老爷子学过很多戏。哦，评剧小花脸既注重唱又注重念。哦，唱念。哎，唱念都要求很严谨。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叫杜十娘。嗯，最后一折的时候叫活捉孙父。对，小花脸扮演孙父有一段唱腔。嗯，充分的体验出这个小花脸唱腔的好处。这么着吧，嗯，您给唱一这段怎么样？特别的好听啊。活捉孙父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来一段。有孙父你也代代都少灯光，心思思一年年都是美娘，貌似花神若柳，飞燕落掌绣花毛沉玉容，压倒了群芳为美人是巧计，花银千两打动他全掌着巧舌如簧，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星女抱不相爱，投入长江啊，哎嗨哎嗨呀，哎好，哎真是好听啊，嗯嗯，唱得好，嘴里还得干净呢，还得清楚啊，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都得送到您耳朵里边，听不见不行。包括评剧的小生，我认为也非常讲究，小生啊，挺拔刚劲呢。有一个风格啊，曾经有一次我认识一个老演员，哦，唱的小声我觉得就不太到位，怎么？他松懈，哦，比较松懈，哎，你唱那戏，听桥楼打夜更，心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了。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怎么了？我怕他说我学他。嗨。太难听了、嗯、所以说评剧啊得把它研究到了家。是，我认为这个评剧来说比较适合唱了一些个才子佳人爱情生活方面的故事，嗯，不太适合唱了一些个重大历史题材的东西。哦，大事儿不善于表达，尤其是国际题材的不适合。国家大事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哦，这好。呵，电影演的火。对对对，有一家小评剧团不上座，嗯，用评剧移植上演了列宁在1918。
评戏的，闹了很多的笑话。那怎么唱啊？他用了很多老评剧的唱腔。哦，后边还借鉴了河北梆子的旋律。什么味儿啊？化妆可都一样。哦，列宁粘一头套，穿着这个什么西装马甲背带裤啊。嗯，这来得出来。哦，也这样。一张嘴是老评戏。怎么唱的？十月革命刚成功。啊。国库紧张，粮食空。嗯，我列宁好，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天到这般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呀呵，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思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嗯、论顿大大大大唱了浪贼雷唱大不得唱，要唱列宁，嗯，家族可立木林宫。叫一声斯列夫，上前听分明。哦，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嗯，天到了这半时分，啊、不见回城。嗯，还摆姿势呢，这是。后边上瓦西里，哦，唱河北梆子肩板，怎么唱？吧嗒，嗯，唱黑唱的浪唱龙凤一个龙的唱。杀出了东宫啊，什么逼的包打嘟噜呢，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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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嘟当出来了，光的光的光的光，嗯，枪出粮食好几包，哦，梦想列宁，嗯，谁报告啊，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说的是的，这个啊这太难听了，这个。所以说，我认为评剧还是好好唱自己的传统剧目。就是就是。很多的对儿戏，我认为好。对儿戏就是生旦的对儿戏。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嘿，这个戏是家喻户晓啊。名段。好听。嗯。小生跟旦角。嗯。两个人较劲的戏。是啊。其中有一场叫《背地血状》，我认为是精华。怎么叫背地血状？杨乃武被屈含冤，在监狱里边打算死，不告状了。哟，姐姐杨淑英来了。啊，你不告不行啊！啊，写下状纸来，姐姐给你进北京城传狱状去。他去监狱里边没有桌子啊，姐姐趴在这儿，让兄弟在后背上写这状纸。哎呀，很让人感动啊！太伤心了，特别的好听。嗯 嗯，杨乃武这会儿有一大段肩板转快板，呵，好听。再唱唱这一段怎么样啊？肩板转快板，啊，我是愿意唱，但这点光唱不足以表达情绪，还要怎么办？必须要做戏。哦，还要演戏，这是两个人呢，进人物，一个是杨乃武，一个是他姐姐杨淑英。哦哦哦，我能唱杨乃武，是谁来这杨淑英啊？您别看我，啊、我倒是豁得出去，但是我不会呀、啊。这不要紧的啊，主要是听我是，哎，你配合一下，哦、知道吗？哦哦哦，你就一句词儿，什么词儿？兄弟、啊，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你这一说完了，我就赶紧拿起笔来，连说带唱，哎呀，就齐了，就听您的了，特别简单，我就这么一句，没问题。来来啊，来啊，来遍听听啊。哦，还要验一遍，多新鲜呢哈、啊。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是这词儿吧？没错，词儿对了啊。哎、来说一遍。能说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你有点情绪，声音再高一点。哦，嗯，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是人物，你稍微的，你再、嗯、再高一点点，高啊，长个调门。哎，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好多了啊！哎，这叫真聪明啊！哎、你再高一丁点不点点儿。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个姐姐是宫里出来的，太监是怎么着？急撩急撩的这个啊！你这怎么着？高点还得在情绪上，你再你就稍微高一点行，高再高点吗？再高点，嗯。兄弟，我就算了吧，就这就更不是人声了。这个行也差不多了啊，我也歇过来了啊、嗯。哎，嗨。您要歇着后台也能歇着，就这一句啊，兄弟趴姐姐背上写，我这抄起笔来，堂堂堂堂堂连写再唱，这点这说实在的，主要听您的，就听这个好吧。来，那咱们来着说，这就开始了、啊、哎，来，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趴呀，真趴呀，
多新鲜呐！做戏嘛，说完这话，啪，你就扔那儿了。我可爱看这个了。你爱看像话，我再摔个好歹的。你趴桌子上就行啊，桌子上啊，就趴这儿就行了。来啊，你说多新鲜，快！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被子上写吧。姐姐，你压着我那杆笔了。你早说好不好呢你？忘这茬了，你知道吗？不是，就这遍戏好趴这儿了，你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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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了，开始了，大伙儿，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唱。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哎、杨乃武打小老师就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别介绍剧情了，行吗？大伙儿都得知道这故事啊，全知道，这儿还趴着一位呢，您没明白吗？把你茬忘了啊？啊，对呀、啊，都知道杨乃武了，太清楚了，不用介绍了。哎，对，来吧，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擦。小白菜这人呐，你说小白漂亮，行了，他要叫小撇咧，这完了，知道吗？二冬瓜这都看不得，有叫二冬瓜的吗？水灵的都，行了，行了。行了，人物也不用介绍、啊、男女主人公都介绍完了，大家全了解，没有废话了，不说别的了，这就开始，再来啊，于老板您辛苦了、哎、您甭管了，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苍天苍浪苍龙洞一个龙的苍，这人可也不错，说我干嘛你说我干嘛你，这都是你唱不唱啊，我怕你挑眼你知道吗，我是不挑眼，我的腰都快折了，小心眼你知道吗，你唱不唱不唱、啊、这就开始了，咱本本本没废话，兄弟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苍天苍荡苍龙洞一个龙的苍，天好写边庄悲痛难忍，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私仇害良民边保险，故思请官官相护巡抚堂举都是苦力杀人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含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贪官风卷残云，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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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唱的吧，唱才，您这是杨乃武写状啊？哎，郭德纲杀猪，去你了！